三民第一分局长民街派出所于113年啊四月六日啊15时许啊接获报案，本辖建国林森路口啊发生交通事故。经了解，欧南驾驶自小客车啊自林森一路左转建国二路时，疑似 A 柱视线死角关系啊未注意到陈男以及林女，以致擦撞两人啊，致手脚擦挫伤啊无生命危险，自行就医。欧南酒测值为零。初步噪音研判疑为左转时未注意车辆状况及未礼让行人啊，详细的噪音啊仍待交通大队啊进一步分析鉴定。三民第一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转弯前务必注意慢看停，检视后视镜，以避开车柱死角范围，免于交通事故之发生。